大家好，这是锅巴先生。今天我们就是来在这个柚子甜大，甜大，跟我的哦自己一样大。打了五家。画面这段可甜了，马老师五连鞭 and 立本美食评论家。我勇敢踏遍所以你含心共享下。台语诗人阿宽面拿下大嘻哈二冠军，红更笑连天啊，变成红田笑连天了。机车、骑车、打风车，他是拥有三种车的辣总面，更是个语言天才哟。大家好，这是锅巴先生。听说过他以前卖柚子，后来退休交权，兼差美食评论家的故事吗？你平常会模仿艾米丽吗？他不在，他不在。外面不用伞，可是 baby I can't stop. I told my mama 一切 OK. Yeah.No, いらないわ。誰も起きなる。今天我们就是来在这个柚子 model 展台语 model 有啊有啊，这边这个柚子都很棒，都是自己种的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但是我。一个朋友，他家在种柚子，啊，我就去帮忙摘，可以赚1000块。我不知道那个影片原来会被翻出来，我那个柚子影片已经，然后几个月前就叫我朋友删了，然后完全就不理我。哎，你有日本名字吗？我那个以前在拍那个日本美食节目的时候，我是有给自己取一个啦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那个锅巴鸭西桑，小林眼镜那个，我就锅巴知道这个名字哦，就是叫锅巴鸭西桑。在这边呼吁小林眼镜可以找他来代言。我以前就是拍这种学日本人去吃什么台湾美食这样，然后学给朋友看。那你现在还是可以继续拍这样的影片？现在啊，看情况，我们都是随机，可能今天吃什么东西，突然那个手机拿起来，我就马上。大家好，我是国外师傅，今天来到金龙立本料理店来吃招牌斩草鸡排饭。我们先尝看看，鸡排甜大，跟我的哦自己一样大。台湾很厉害，台湾 number one。如果打出太极，中华弹奏就首先你得先要有气，那就好，自然可以打出闪电，中华五连鞭。打了五遍，五遍。打了五遍，这五遍要连着打。马老师太厉害了！荧幕前面的朋友，如果想与马老师上的这堂生活弹奏闪电鞭的这堂课，你得先从气功接胯发，连着打。